Hello， 各位亲爱的玩家，想要唱日本最新最流行的流行歌曲或者是动漫歌曲吗？在我们的 Switch 上你也可以做到了，那你就要下载一个 JoySound 的软体，你的任天堂账号必须要先设为日本地区，才能够连上日本任天堂的 eShop 这个网站。那当然台湾的账号呢，你是收不到这个城市的。如果你还没有注册成任天堂的会员，或已经将地区设定为台湾的，你可以用电脑或手机来开启 My Nintendo 的会员网站，然后来进行这个地区的变更。粉丝团呢会再提供给你网址的资讯，地区可以随时换过来换回去，不用担心换不回来。当你来到任天堂会员首页，可以进行登入或者是注册账号。登入完成之后，选择右上角的 My Nintendo 的设定来选择变更档案。这个时候选择国家的地区，只要是日本就 OK 啦。接下来呢，再开启 Switch 的主机，前往 eShop 的商城，选择搜索，搜搜搜搜搜，不会输日文没关系，来跟着我们教学一起来。你先选择价格带，一直往下滑滑滑滑滑到免费下载区，然后你选择观看全部，稍微找一下就可以看到 JoySound 的这个选项，下载它就对喽。你可以下载这个免费的软体，但是需要另外购买期间券你才可以唱歌。下载完毕之后，系统会询问你要不要购买期间券，你可以先取消，等你想清楚了之后呢，或者是找到软体内之后打开购买也是可以的。进入游戏之后，首先按 A， 让我们进入卡拉 OK 的点歌界面。最大的按钮就是搜寻歌曲啦，你可以直接搜寻关键字，或者是依照种类的搜寻来找想唱的歌曲。我们看到从左边到右边分别是历史搜寻、最新排行榜、种类。种类像是动画、日剧、游戏等等，也可以呢根据歌曲的年代来搜寻。当你搜到喜欢的歌的时候，就可以登录找到我的最爱的歌曲或歌手，这样下次呢在找歌的时候就会更为方便。接下来是我的房间 My Home 啊，在这里呢可以找到已经登录的我的最爱的歌曲跟我的最爱的歌手，也可以进行账号的相关设定。好啦，这个是重点啦，踩点设计这个就好玩啦。这边有全国踩点模式与分析模式，不想被评分的话呢，想唱个快乐也可以取消评分功能。那太郎特别给你推荐全国踩点 DX 模式，可以及时的跟所有现在在唱这首歌的人来比拼名次，像太郎就很想去比一下，因为我也很热爱。那想要麦克风的收音更精准，你可以到基本设定内进行一些调整，让你的麦克风的声音的延迟度可以更接近于真实的评分标准。哎，这边呢可以设定唱歌要用的背景，你不但可以唱得快乐，也可以看得很愉快，赏心悦目。除了常见的家庭卡拉 OK 的背景，还有任天堂游戏与命可以来作为选择。这边太郎来选择命，可以看到迷你版太郎唱歌。其他比较详细的设定介绍就留给各位观众们慢慢来摸索，太郎我就不一一介绍，因为我要去唱歌啦。最后来介绍费用，要唱歌的时候需要购买期间券，你可以依照需求来选择费率，分别有三小时、一天、三十天、九十天这几些项目可以选择。特别提醒你哦，这边的信用卡用海外信用卡也是可以付费的，非常的方便。现在还等什么？咱们赶快上线去卡拉 OK 吧！